站在一个无怎法么动了？弹的地方怎么办？什么地方？我在对方的直升机上面。你在那边干嘛？然后呢？你现在是什么样的状态？赶快去救他！他们在开、欸。我去救你国王！不是，因为我没有办法在这个地方叠上去。然后我去，来我没没没没，巧克力你继续，我去，我有我去我去叫巧克力，我去叫我去叫，每个人都说是。我比较近，我已经在爬了。小雨，有没有觉得很开心？大家都想救你，对吧？大家都想救你，天哪，超多网友，人生最夯的时刻来了，笑死！在影院你要怎么过去了？最巴心了。也是最夯的时刻啊！你可以下，你可以下来了。老师，不是吧？我想说，我可以挖他的。国王到底在干嘛？跟上次那个啊，我的稿子爆掉，谁可以来救我一样啊？哎、欸，国王，你后面有人哦！他在炸你，他在炸你！国王，赶快跑，赶快跑！国王冰川哦！国王的位置有点难走、啊。国王在哪里？国王在哪里？我干掉他！我干掉他！我干掉他了！哇，你有没有垫脚石？你们垫脚石？有，我有，快走，快走，快走了，快走！你走，回去，你回来，人家要来了。回家啊！国王快修掉！哎哎，事实证明还是烧到了，烧到了屁股上。巧克力要回血吗？我这里还有一个苹果。那就回家，回家，随便弄东西。哎，白痴！经验值归零！哦，我的三十多，我的加内斯！哇，加内斯！他们开始迷了，我本来就躲着没差。他们又开始迷了，又开始迷了。你要我的钱，我赶快把钱领出来。现在还是有钱了，钱领出来，先放那个吧，保险箱。保险箱。对啊，有钱就领。保险箱马上升满。胸甲被移除。我领，签。两个箱子里面都有附魔装了，没事可以拿来穿。好，好了，一个我身上没钱了，一个巫术清空保险箱的东西。哇，太过分了，太过分了，有人有吗？没有，没有啦，吓死了，太过分了啦，就不玩了。保险箱还有什么用？别买，别买保险箱了。保险箱都会被别人砸烂。快来，快来，杀了，快来，杀了！他开开加速，爆冲甲那个，他那个超级迅速，超帅的。哎，他在我们家楼上爆炸，我们家楼上，我们家楼上，我啦，国王啊，救一下！保险，保险在哪里？开心，保险在我这，保险在我这。哦，跟他好，跟他好，没事没事。哎，放哪里？那个二楼，小人，小人，小人偶，放人偶。小人偶，小人偶。哦，星火大队来了，星火大队来了。谢谢。好，小雨的装备在这边。哦，奶奶又没了。不要分迷的，不要动动就拆别人奶奶。这边是一套宝衣，然后风枪三。这边都你的，都你的，都你的。还有这个盾牌也是你的。你好像不需要拿盾牌哦。对啊，我买的盾牌我用不到。你们有没有缺盾牌？你可以举着旗子在拿盾啊。不行，可是你缺盾牌。没办法，你手拿旗，那个右副手拿旗子，主拿盾啊。缺防御，最强防御。对啊，你血多又防。对啊，这很强哎。好吧。马上，马上，马上拥有一切。哎哎，我的血怎么没回满？会回满？回不满啊？那下一次给你。不是啊，我用技能哎，作者。等一下，技能就五秒哦。等一下，五秒你应该回来吧？不一定，发现我一直没用到一个巫师。你那么长哎、欸，这两场都没用到一个巫师。哇，这真的是我很少听得到的话、欸。国王怎么了？没有光被这边路边的火烧都没用到中毒。哎、欸，哦，那个中毒没有人。反正你脚下有、啊。有，看我有注意到哦。哇，好开心。好敷衍哦，好敷衍哦，好开心，我没有开心的感觉。想被烧吗？你刚刚不是用斯敏感觉斯敏了一下？啊，他刚刚用斯敏，刚刚没斯敏啊？嗯，烟雾弹。小雨，你有斯敏吗？嗯，没有啊。没等烟雾弹吧？烟雾弹我没有踩到啊，怎么的吗？缺，你在缺什么？不是，不知道这个国家就会有一些奇奇怪怪的人民。你有奇奇怪的国王啊？
对啊，爬到下面，我就已经没有在飞机啊，在爬没参加，哇哇哇！我没有怪全部人，我只怪指定的，指定的人。我们也是只怪指定的国王而已啊。汪汪，你是用了连点吗？我在弄经验值。我听到一次撒很多的声音。我刚刚有听到这样吗？为什么总弄炸眼睛啊？炸的声音，超大声，啪！送你们炸弹！哇！光宝石掉下去了。哦，没事没事。光宝石，光宝石在哪里？光宝石在哪里？掉下去了，掉下去了，掉下去了。要去，我去护卫你，我去护卫你，你赶快回来。下面是哪里啊？冲啊！他们家附魔台。哦，他们家附魔台也太远了吧？你说下怎么又在他们家附魔台啊？你怎么都杀到人家去附魔台啊？他们在附魔啊，坏坏。我怎么这次一直附到水中呼吸跟深海漫游啊？哎，又有怪怪的人，可以去找水源。有人在炸桥，有人在炸桥。在炸什么炸桥啊？这个送你。哎，这年头当国王好难当，好累啊！一拳加油，我们快助空这一层啊！对呀、啊，哎咻，是没血了。小蛀虫，有啦，神机。哦，打、欸，有人来打无敌。嗯，我想要把中毒拿掉啊！看人的，我把对面杀掉了。啊、哦，太烦了。你也觉得很烦啊？你也会、啊？这场合玩中，会哭会哭。哎呀！经历过，没了，可以回血的东西没了。我的天！我觉得刚刚才是最过分的，现在。对呀、啊。算了，我忘你不知道干嘛，挖矿去。不知道了。来显个银好了，我们快住完这一层了。有那么夸张？没有技能不敢冲啊，技能一下用完了。嗯，又是水中呼吸？你干嘛要水中呼吸啊？没有，我一直浮到水中呼吸，我也不想啊。你就是想去玩海盗船哦？没有没有没有，杰克在抱怨为什么没有海盗船。平原应该有海盗船。他们又开始了。哎、欸，我才刚把衣服穿上去哎、欸。哈哈哈，中奖内内又没了，赶快上点零钱！一直用内内，我只剩两块钱了，没得领。没有，我们直升机被炸了哦！哎、欸，选举办了，音乐，我哎，音乐是回不来了。音乐，他在换一个在直升机了，国王都怪怪的、啊。我们国王都在直升机了。我回来了，我回来了，欢迎回来。搭直升机出去玩。哎、欸，我们家有两个在地底哦。我搭空军一号出去啦。哎、欸，射值。哎、欸，还好险，好险，好险，好险！再慢来啊。对，那两个想要冲上来杀人，吓死我。耶！哎，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你们别急着去抢中间200块哦。200块可以玩两次哦。圆圆，你鞋子是什么？我鞋子，我全部都没有附魔啊。这当时他们没有去，他们全部都是火、啊。看谁要去，比较不会摔伤。哦，比较不会摔伤的鞋子，好好好，可以可以可以。200上，很棒。我怕那个，哎、不是我没有等级啊。200怎么还在这？等级又重来了。快去，下面有人了，快去。那个杰克不给啊，我不要和了、啊，真是的。好，我玩我玩。嗯，哎呦，一直被弄掉，真的。有了吗？有了吗？好了，我随便买个镜子就冲过去了。哦，对对对，这边。good good good， 大爆炸。有有，我挖到两个，然后顺便带一个金人走。嗯，那边又没了。这边要怎么上去啊？可不可以直接死回去啊？We don't know， 烧死一下好了。不不，喂，对呀、啊，你可以随意玩。对，要再炸我们的直升机，要再炸啦！直升机要有保护哦，我在别边哦。要炸我们的直升机，把丢到保险箱里面。
那我跪下去。哦，那这时候铁就来那么多。哒哒哒哒。买个吃的。肚子饿。哒哒哒。吃好多铁。走过路过千万别错过。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爆炸冰。哇哦，你的音效包。噔噔噔，抓一个。刷。我在他们家当大白鲨。哎、欸，我们家一个人哦，蓝色的哦。大白鲨在哪里？楼上吗？好像上二楼，我不知道。在，他现在在门口，在门口。好棒哦。嗯。捏捏了。我射爆他了。我还换剧毒剑呢，好阴险啊！阴险。等一下，等一下哦，为什么书柜只有十三等？十三个书柜、被炸掉了吗？被炸了吧？被炸掉了吧？我这个什么钱？哎、欸，老板，那个火的又来了，火的又来了。这是哪个箱子？还有一些书柜。得加布。他就在那边一直跑圈圈。他在烧书柜吗？他在烧书柜。书柜烧不掉哎、欸。中毒你。哎、欸，奶奶又没了。他在哪里啊？啊、死掉了，被我杀掉了。是了，烧书柜吗？好吧。可是书柜烧不掉啊。很可爱。刚想说，我好像附魔都不是满附魔盾。破盾。烫。破盾破的太大力了。破盾破的。不小心把人家打爆啊。对啦对啦，经验值刚用完，经验值就没了啦。很哀怨的，因为刚三四等要付的时候又没经验了。你要想看，我的强力士，他们可能也一样啊。对啊，嗯，对啊，我们是快要助攻这一层了，对啊。可恶，要走人喽！跳，干冰冰。哎呦，爆炸声！这从哪里炸？哎，我们家那个直升机有人。OK 哈 ，OK 哈。我直接上力打到一个强力山，还不错。不是啊，直升机是我啊。哦，是你是你自己人呐、啊。可是哪里来的 TNT 啊？刚刚不是，那因为刚刚小雨从另一边走过来，是不是有？不是因为这个、啊、这个刚刚有人在炸。发光呢？了解。可我就在上面这边，我的能力用掉。我买个发光，有要求。我买。啊好。哎、欸，要打到茂茂，有吗？弟弟有一个，没有，嗯、又一个啦。把他丢完了。一拳我们后面一个、欸，哎，在挖头。嗯，哎、欸，我们家，他挖出来，他挖出来啊！哪里有个在后面？啊，地下，我们直接一定算啦、啊。他偷我钱，丢烟雾，小心偷。哎、欸，这个坏了，我被打下去。哎、欸，干掉！他自摔了，他好像没偷到钱。他没知道、欸，他偷到我、啊。他有炸弹，有炸弹。他队友使用窃盗，然后没成功。你没摔大事。你捡到的东西就炸掉。永远不留念。别判定。你别判定吗？要掷骰了吗？掷骰。看来他是输。好，我爆一个。看来是失败了。看他的那个技能没有顶好小玉你后面你后面有人一拳在哪里我在后面你在哪里我在召唤守卫了黄金你先挖我没有搞我搞爆了快点哎、欸、你金钻你在哪里我丢一个稿子给你了嗯，哎、欸，那是你哦、喔欸，白痴哦、喔，怎么有路啊？回家回家小雨家，挖掉了。哎，楼下是杰克，这边有一个小密道。哎呀，奇怪，怎么会有铁在那边？居然是杰克。哇，我回来了。都跟你挖走蹦出，不只是因为我想说，经验这条路好像哎呦，还是别走。哎呦，他们在炸，炸掉了。被炸了！没有，没被炸掉，要赶紧拿回来。繁星脚下，哎呦，掉下去，还有一个，啊，干什么？哎，干什么？啊，钻进去了。
啊，钻进去了，还有一个、啊、不知道带走是哪一个，也太淡定了。不要欺负矿工啊、嗯！对啊，我们只想筑空这一层而已啊！我没有弓箭了耶！箱子很多箭矢耶！哎呦，拿个拿个，哥兰兹又来了哦！又来了又来了，我把他全部断了。哥兰兹一个，他从地底。有吗？有那么考验矿工吗？后面底下箱子里什么都有，就是没有内内。我们也没办法。杰克杰克，后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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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先去。去送，通通都被清空啦！哎、欸，杰克，你后面有金砖。看，我就说你不能相信吧。你丢无敌，还考我。哇，好凶哦！七八八，七八八。喂，哎呦，西瓜现在是叛变是不是啊？西瓜什么、啊？西瓜哎、欸，他就叛变了、啊，不能相信啊！